信你们也都非常的很喜欢运动，所以可以保持好这么好的身材。那想请问一下 SH， 你们第一次三个人同台一起代言，有没有心得跟感想分享一下？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呢，运动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是，所以我们很开心，也很荣幸可以三个人一起跟大家推广这件好的事情。是的，那么因为我们今天现场哦，有这个七八百人哦，今天特别出来运动之外呢，他们其实也很期待今天的课程。那相信你们三位平常有在运动，有没有想要跟大家热血沸腾一下？有，很想感受。我觉得大家一起运动，那真的很过瘾，很热血。就是再怎么样，你都不让自己倒下。而且我们刚刚后面光是听到那个音乐，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就是你知道准备要运动了，对，真的，对，就觉得会很嗨。明明就快要俩公，因为我太大俩公是不让我上台跳啊。哦，这样子哦。所以Vivi你这么瘦，你平常应该有在运动吧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有啊，运动才可以保持如此健美的身材。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我们要邀请各个会员朋友们，你们一定很期待今天的课程，但是更期待跟我们 SH 一起来暖身操，好不好？